一部影响中华文明两千多年的百代谈兵之作，一部享誉世界军事理论界的中华兵书瑰宝《孙子兵法》，究竟只是神机妙算的兵家韬略，还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？穿越人类两千年的战争黑洞，今天的我们将如何学习《孙子兵法》？《孙子兵法》。 为春秋时期齐国人孙武所著，是中国兵学的奠基之作。《孙子兵法》内容博大精深，思想内涵丰富，逻辑缜密严谨。自问世以来，对中国古代军事学术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，曾被译为多种文字，在世界上广为传播，成为享誉世界的兵学经典。在今天社会中， 《孙子兵法》被广泛研究和应用于其他人，那么我们现代人又将如何来学习《孙子兵法》，使它能够发挥新的价值？ 同学们，电视机前的朋友们，今天我们开始讲《孙子兵法》的第四篇《行篇》。《行篇》呢是比较短的一个篇幅，现在我给大家先背诵一下。孙子曰：“习之善战者，先为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。不可胜在己，可胜在敌。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，不能使敌之可胜。故曰：胜可知而不可为。” 不可胜者守也，可胜者攻也。守之不足，攻则有余。善守者，藏于九地之下；善攻者，动于九天之上。故能自保而全胜也。借胜不过众人之所知，非善之善者也。战胜而天下曰善，非善之善者也。故举秋毫不为多利，借日月不为明目。 闻雷霆不为聪耳。古之所谓善战者，胜于易胜者也。故善战者之胜也，无智名，无勇功。故其战胜不特不特者，其所错必胜，胜其败者也。故善战者，立于不败之地，而不失敌之败也。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，败兵。 先战而后求胜，故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，故能为胜败之政。兵法曰：一曰度，二曰量，三曰数，四曰称，五曰胜。地生度，度生量，量生数，数生称，称生胜。故胜兵若以义称诸，败兵若以诸称义。胜者之战名也。 若决水于千人之息者，行也。这篇文章它讲的是四行于敌这样一个情况。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，我们每个人都给别人一种形态，就是我是这样的，他是那样的。这是我们多少年工作学习所形成的一种形态。在企业的形态中，我们看到这个企业是这样这样一种形态。IBM 是世界五百强的一种形态，所以说。 在不同的形态中，给他的观众、给他的读者，甚至给他的竞争者、给他的敌人不同的形态。孙子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在一般情况下，要保持着不被敌人战胜的一种可能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处处要立于不败之地，同时寻找战机去战胜敌人。在竞争中，尤其要强调这一点。大家知道，在各种形态中，特别是我举个例子，是赤壁之战中。 曹操水陆人马并下，号称八十三万，来进攻江南。这时候，江南孙权的军队呢只有五万，刘备呢只有一万多人。那么，孙权的力量样能战胜曹操的力量呢？显然是敌强我弱的一种情况。但是，孙权善于任用贤能，而且和敌人，呃，在作战的同时呢，巧用计谋火攻，一举烧败了曹操的八十三万大军。 曹操在此时呢，当然他形态上是很大的、很强大的军队，已经完全统一了北方，他自己也是非常骄傲。在这种情况下被敌人打败了。我们平常呢在学习中是我们积累知识、积累本事的一个阶段，但是考试中我们要把所有的形态呢置于考卷之上，来取得好的成绩。但在我看来，人生创造。 比学习更为重要，就是一个人，你能为社会创造什么样的财富，社会也就给你什么样的财富。一个人如果不想大起大落，一定要走平稳的一条路线，这就是要立于不败之地的方法。不可胜在己，可胜在敌呀、啊。这篇呢内容讲的非常之好，所以说我们呢在平常中呢，就是说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，不能使敌之可胜，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，就是说。 我们平常呢，一定要使自己形成一个良好的心态、良好的成绩、良好的业绩的可能性，在各种竞争中呢，要取胜而立于不败之地。孔子说：“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，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。”大家都知道，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一年建立的时候，在上海是藏在上海这个弄堂小区的，藏于九地之下。当时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呢？ 军队力量是空前强大。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呢，只有隐藏于上海的弄堂之中，才能保证自己力量不被突然消灭。这是很很重要的。行和事是人生中很重要的一种可能。人生要善于借势，善于造势，善于创造自己的一种可能。同时，每天我们的是试行于任何一个角落，这就是我们给别人的一种形态。每个人的形态在社会中是不一样的。 在课堂上，我们是一个老师；在企业中，我们也许是一个管理者；而在家庭里，我们却是一个好父亲。对于父母来说，我们又是一个好孩子。这就是我们每个形态的一方面，而不能一概而论。我们主张，人生要在不同的场合呢，要创造完美的自己，尽可能把自己完美的一面呢，带给社会。特别是和平时期呢，把自己的真诚、善良带给自己的朋友，这样我们才会拥有更多的朋友。 创造我们人生的呃更加辉煌的事业，我们也能尽可能的获得别人更多的帮助和支持。而且在判断外部力量的同时，说孙子谈到“借胜不过众人之所知，非善之善者也；战胜而天下曰善，非善之善者也。”就是说，平常要预测社会是什么样的形态，我们是什么样的呃形态，要知道自己的人生呢在什么样的阶段。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，我们可以进攻，可以前进，可以进步；在什么样的情况下，我们要善于保守自己，要守着自己的已经取得的成绩，而不必战败。现在官场中呢这样说，说是所有的官员都得凭经济来说话，不跑不动，原地不动；就是不跑，既不跑官也不送礼的话，原地不动；又跑又送，是跑步前进。当然，这些都是社会腐朽的一方面。我们指的是什么呢？ 人生在积极进取的同时，要保证住自己固有取得的成绩很重要。大家知道，谁都不喜欢大规模的失败，也不希望呢自己的道路上呢突然出现这样那样一种不可预测的事情。所以说呢，我们想呢，一定要保守住自己的这一方面，从而使人生呢更加精彩和辉煌。这篇文章呢是说，一个优秀的将领不一定你要在所有的战场中呢显示出你。 战胜敌人的一方面，而要写字什么呢？你在处处能使你的机构、你的部队、你的国家处于不败之地，这一点上很重要。有些时候该进攻就进攻，有些时候该防守就防守。知道进和退的是很重要的。记得一位有老将军退下来以后呢，有个领导写给他这样一副词，叫“星象浮云知进退，名虽野草任枯荣”。 人生生活的目标呢，无非是利和名两个方面。记得乾隆皇帝在金山上问过纪晓岚一段话，说是：“看这长江的，在扬州海面十多公里宽的路上，这么多船只，大致有多少艘呢？”纪晓岚告诉他：“有两艘，一艘为名而来，一艘为利而去。”当然，一个人的生活无非是在这两个方面中奋斗和前进。子贡问他的老师孔子。 说，老师啊，如果你获得很大成功以后，你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孔子回答说：“毕业正名乎。”就是还是孔子是强大他的名，还是为他自己呢的发展来做服务？我们相信呢，古之所谓善战者，就是说我要利于自己，不败同同时，而且预测到要看到敌人，我们哪方面可以战胜他？在孙子这一篇中谈到了非常好的一点，就是说善战者无智名，无勇功。 记得我们军事科学的一位将军呢讲过一段话，史红兵像这样讲，他编的一个故事。他说有这样两位船长，有一位船长呢带领他的船员在太平洋上航行的时候，走过了大风大浪，而且这个船长呢是非常的勇敢，和船员们一起战斗，一起呢和风浪搏击，而且自己也多处受伤。在船员掉下水去的时候，他又下去营救，所以说冒着生命危险。 最后呢，达到了理想的彼岸，而另一位船长呢，是知道这个地区会发生风暴，因为他看了好多书，查了好多资料以后，知道这个地区在七八月份是有这么大的风暴和风浪，所以呢，他就没有走这条路，从另外北线绕了过去，达到理想的彼岸。人们一般在评论工程的时候说：“哦，那第二位将军是没有看到功劳的，虽然他达到了彼岸，他没有看到他的。” 勇猛的战绩和功劳，其实呢，在我看来，第二位比第一位更高明。原因是什么呢？第一位他是凭自己的鲁莽和勇敢获得了胜利，第二位是凭自己的智慧获得了成功。人生的智慧远远比勇敢重重要。历朝历代以来，人们评价什么样的智慧更那个好一些呢？他说，知识和勇敢只占百分之二十五的重要，智慧占百分之七十的重要。 这个我在前些篇讲的问题中谈合到这个观点，就是说不一定你要在风浪搏击中侥幸存活下来，站到最后，而是你要在应行于无穷中，凭着自己优秀的外交才能，凭着自己对社会局势全盘的估计，达到人生的辉煌，这样才是非常出色的。温家宝总理呢，是我们中国地质大学优秀的学生。 我本人也有幸在这所学校毕业。温总理刚到甘肃地质队的时候是个很普通的地质员儿，后来又到地质队当副队长，到地质大队的时候还是当副队长，后来又到地质矿产局是副局长。邓小平同志到甘肃巡视的时候，和宋平呢发现了这样一个人才，把他提拔到地质矿产部还是副部长，同样是副职。后来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。 以至于升到后来，国务院副总理，在最后一个关键环节，担任了国务院的总理。这说明什么呢？人生要不断地准备自己的才能，积蓄自己的力量，广交很好的人际关系，这样人生才能获得成功。春秋时代，苏秦一开始去各国去游说，首先找到了是强大的秦国。他当时建议秦孝公呢，向东边的各国进攻，迅速来称霸。 秦相公说：“我们的力量还没有准备好，我们不准备进攻，而且现在是执行变法、强大我们国家的时候。”没有听从苏秦的建议。后来证明呢，秦相公运用了商鞅变法，而且壮大了这个秦国的力量，为秦国后来统一各国奠定了基础条件。试想，如果没有很好的经济基础、很好的军事基础和很好的民众的支持，那么统一天下是不可能的。 我们平常谈到“形”和“势”，在七十年代，人们谈到说国际形势一片大好。“形”和“势”其实是两种东西，“形”就是留给外边的外在形态，“势”就是即将产生的一种可能，特别是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趋势。“形”和“势”在我们生活中每天都存在。一个人要善于观察未来，思考未来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，社会。 特别是五到十年之内有什么样的趋势，只有把握这样了，然后结合自己现在的行，才能创造更大的辉煌。在这一篇中，孙子谈到了军队的行，谈到了政治的行。在和平时期，我们特别要强调自己企业的行，就是说，企业你留给别人的印象是什么？你特别是你的产品留给客户的印象是什么？ 记得乔布斯在一开始苹果手机做出来以后，有好些地方不完善，乔布斯对他的设计人员非常要求严格，说一定要制造的非常。